已经落入步调了。不难吃啊，所以没有到又贵又难吃，就是王子级的定价。对啊，然后没有，比王子便宜一点，王子还便宜一点，比王子便宜，王子好像1600-1700的感觉。但是它空间那么大，哦，舒服，对，就而且出来了再拍一张，而且有暖气可以烘手套。真的完全没空间吗？有，我们就坐在墙边，墙边整边都是暖气啊。没有，因为他出发了。他的声音不太一样。应该不太一样。他声音叫他过完，我现在不知道他要走哪里，就是不叫他过。走就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完全不管的。对，我走很慢，超慢。你会走的比我快。我们还还立着吧？嗯。我想我们的那个还立着。旁边的人走了，这样走的还是用翻的，用走的，想用走的，不是走的就推的，对啊，用脚，用脚，不要用手，手也会酸。对啊，那边有吃的吗？你觉得好像有，好像看到素食的，就是像那种可口可乐杯子。我猜这里是稍微过一些些，那里是美食街一些些。不可口可乐杯，那一定有什么？我就说是素食啊，是素食。很好奇耶，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去看一下，我想知道。我不觉得可以滑回去，我不觉得可以滑回去。我也觉得不可以啊，不知道到底还行不行啊。
县的松雪区，我猜跟早上的状况差不多。看到个荧光绿的，好像觉得自己很帅，在那边 carving， 但是他手摸背后的方式是太空蹲。正面我们都不论嘛，背后他是用太空蹲。什么叫太空蹲？就是好像坐太空椅一样蹲着的。然后我就在想，那样子是对的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真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跟这个要怎么倒。这么倒，难道是只有板子这样倒，然后人还是这样立着吗？应该是上半身没有那么倒，但是下半身这样，脚是直的这样。这样子？对啊。这样子就，然后回来一点，掉到腿不就爆酸吗？脚直的呢？对啊，但是你要做一个弯曲这样子的动作，大腿不就很酸吗？没有啊，你身体压是帮忙压住的，应该不用举起来。
我觉得我看到的是那一个哎、欸，那个绿绿的。这边是下面，那个。我觉得那绿绿的是那个挡风的，所以不是个隧道。挡风？绿绿在哪？那右边，右边那边山上，山上。哦，挡风墙啊！嘿，我以为是个绿色隧道，像履带。因为我是隔壁缆车的挡风墙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现在往那边跑，是黑色的。这两道都，可是有人坐车上来的，那他们是怎么下去的？那一边就是最右下来。哎，他要 cross， 我知道他们从哪来。嗯，他们是山上绿线一路滑到下面，然后坐这个缆车上。哦，但是这边我们想滑过去没办法，因为是两条都 cross。嗯，好。那我们的现在地最右边是绿线，最左边是红线。那如果我们做一次红线，哎、欸，我们在下面看，不是最右边有一条蓝色吗？那个下面灯塔那边，对吧 ？Family Course， 所以那个缆车超短，对，所以那个不用做。嗯，那我现在滑红线回去又会再做一次这个。还有他说回去的878。我们滑这个红线下去的时候，注意往前滑，真的有878可以回去吗？什么叫878？878米啊，回到那个 Club Mate 那边啊。嗯，看那里有没有挡起来、哦？我们滑下来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哦、我们上半部是什么？鱼四 A， 下半部是 Family。嗯，好，就滑前面的红线。哦，好哦。右边没东西。欸close 的是右边，那这边可以滑咯，这边是绿线，要滑干嘛？不是绿线是这边。不是啦，我是说去右边下面的绿线，于是二。我说下去看看有什么。是谁啊？就要凑这个缆车上。嗯，凑一次。飞好远呢。好高。天呐！那是绿线农庄，那就滑了。嗯，好。忘了做放电跟做电。嗯。好，保一层雪。刚下的吗？地图一点，蓝天。
那个路是什么路来啊？那个是山，我们那个拱多啦最上面一路绿线滑下来，就是那里。它来这边很绿耶、欸，很绿啊，快要滑不过来了，冲到这个上。那条路要走上吗？哪一条？我们迟早也是要拱多啦上去啊。哪里啊？哪一条？不是没，就是这一条。你说太绿了，这一条。那这个 lift 虽然没开，但是最上面我们刚拱多拉到顶的那边可以路滑到这里。哦。好，停下滑红线，并且检查回家的路。啊，已经要结束了？没有，检查回家的路。红线的下半部要检查。哦，你说前面是不是？嗯。那个鞋头是会融化的吗？像铁像融化。嗯。不要你脚很暖还是怎么样？对啊。哎，不要弄了。所以这边还有两条滑不到。嗯？它关了。什么哪里？左边有滑不到。左边上竟然说是黑线，哪里黑了？嗯？这些人呢？还是 close 的，他们硬要钻过来。旁边有挂，我们是刚从这里滑来的吧？刚我这么歪吗？没有吧？要滑他们？我们刚是这吗？我们刚不是这，我们刚从右边。但是这里既然有拉着红线，那这里应该也可以滑。啊，滑一个这个，就是可以竞速吧？他们。再进去了，这样。这里的状况看起来没有蛮多，然后这个冲冲的，这个小孩子在那里扭来扭去，这个会滑，冲冲冲冲。你要去树那边吗？这个树很宽，你要吗？啊，最宽的了。这到底是能滑还是不能滑、啊？感觉可以，从左边踢。嗯。下车以后左边走过来。哦哦。有啊有，这就是地图上的那个黑线。嗯。帅气的笑了一下。来跳，这多厉害！甩一甩，晋升的技术不熟练，晋升的。嗯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技术零。啊，就是那个速可能非常快，他要。这个固然真的在表演什么？他是溜冰选手啊，他要原地三回转，他在练啊。You will soon reach the top. Please take your feet off the footrest and keep your ski poles up. 間もなく終点です。足掛けよりスキーを下ろし、ストックを持ち上げてください。真的是可以。应该只是插在边边，真的 cross 应该会挡起来，就跟那个一样插在路边的意思啊。真的不行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说不行。这个下面边边红色都拉了。我你屁股是湿的哎、欸，你屁股是湿的。足掛けよりスキーを下ろし、スタッフを持ち上げてください。
怎样？就是要照。哦，要拍张照吗？要拍吗？哦。对啊，我是说那边。很排场，好，刚刚去不小心碰了地上一下，住子了，所以我的把它卡住了，所以我过不去，然后它就关起来了。嗯，哈哈，对对对，真的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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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有点滑，我老是停不下来，要我就撞过撞撞感觉。我前面的那个人就乖乖的叉八叉叉叉叉叉，然后我就是没有弄，我就撞上去，就过不去了。我的有充电了吗？没有，你刚刚是满电。你是说现在它有没有在充的意思？嗯，我看一下，我看有没有，看不出来有没有，但是我可以拔下来，然后又插上去。我看，看不出来，看那边，偷看有没有，有充电。哦。看一幕再看一下。哦。哦，很中暖。这个除非我们最上面还真的走绿线下来，不然这个缆车应该不会再做了。哦。慢下来了。那他为什么说这个是中上级呢？我说刚刚坐过来的那个缆车。因为他刚坐过来，其实这里不是有一条绿线吗？而且下去不是有绿的吗？先红再绿，那红的可能，这里的红都不感觉不是很好。嗯。
自然森林。不对，那里有一个绿绿的，所以都是那个挡的墙。嗯，所以两个是一个到这边，一个到这边吗？嗯嗯嗯嗯嗯，全都误会。应该说这个我们后面没有来过，那个是贡多拉，贡多拉在右边，我们应该没有来过。贡多拉的更右边，贡多拉的更右边，那里有一个车，我们没有来过。我们应该是贡多坐到，我们从左边开始坐，然后再坐贡多拉上来，然后在右边我们没坐过。贡多拉在那里有，那里有别的哦，你说那里也有一条。因为这第一条坐的 ABC 的是在左边的，那等一下坐广州上去就滑去可以坐缆车的地方，这样就不用再坐了，不用再坐广州了。一直走，下来走右边。足掛けよりスキーを下ろし、ストックを持ち上げてください。You will soon reach the top. Please take your feet off the footrest and keep your ski poles up. まもなく終点です。足掛けよりスキーを下ろし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持ち上げてください。我在跳，you
怎么觉得那个路往上啊？那我们等一下去坐手手缆吗？啊？刚刚下来不是一边红一边绿吗？嗯。我们刚滑了红，有必要去滑绿吗？你说滑滑看风景吗？应该差不多，然后刚这里是汇合的地方是吗？哦，那就随便去看看，那就坐一样的缆车了，所以就这一台、一样，对，这一台。好，那就去那边。
啊，运气这么好，突然下个大雪给你滑的。所以最没有滑雪的就是轻轻松松去那里。那我就不要。你就纯粹这样，你不要。就还好。你不想说吃个汗你就会了。对啊，不想。不想。不想。划算的呢，吃个汗。嗯，5500是很划算。对啊。又不是要滑雪，哪里有什么早晚？那万一他之前就预报说超大，那就更就开开心心的去了。三月还会下大雪？就是有的话就是中奖，没有的话就是不用滑。因为就觉得，如果是那种湿热冰，真的很无聊，不喜欢。是当然啊，那种状况就不要。然后去了又不滑，就觉得啊。啊？我就觉得啊，都去了又不滑。不会啊，那就
服的配色很像我一个同学，橘的加蓝的。嗯，我觉得很像。什么像？我一个研究所的同学。你怎么知道他的颜色？因为我看过他照片啊。就颜色很像。走吗？哎、欸，这就会一路下山吗？是啊。哦，好。我就回来我等你了，然后奇怪人怎么没了？
段就是那个这一块就已经是红的跟绿的合在一起了，浪费一段，拍谁了？没差了，嘿咻，继续逛，都红还是红的？等一下那个黑的会不会比较我胆子？好看时间，好两点，差不多就是逛完全部吧，差两分钟两点。就要结束了，逛完全部以后再看一下做什么，先逛。你有练习吗？你有在练习吗？嗯，算是有吧。有啊，因为平平的没事做的话，没有，我就一直走冲哎，我也没有干嘛。我在一直钢鞭滑行，我就不知道怎么用钢鞭嘛。全的不行的。Woo!
车动很慢。因为我们刚下车的时候，我车都快停了。这也是变速啊。
前面。
撑两点半也是可以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早这样撑。有什么要再滑一次的吗？好像也没有。我们都滑到了吗？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没滑到。现在拱多少上去的三个黑线，就是我们没坐过的那个缆车可以回去。呵呵呵，所以有三个黑线。要滑，哦、上去先尿尿。可能那个空间好，那上去就那个尿尿完之后。那你有镜头上的水？多大滴啊？没有感觉。突然看到。小吧，小到我感不到它的湿度。一点点。嗯，一点点。你的鼻子是红的，为什么？你这里是红的。呀、啊。啊，那我可以看手机一下。怎么了？刚我就说刚刚那个姐有传讯给我，但是。手。那我一定要手机，实在是。因为刚刚那个我手又挂着吃饭，很难哦。我看我们今天做了十回了。手。嗯。有的很短啦，哦啊啊今天十号是不是啊？他怎么今天十一？好，我来定，我来帮他定。好，谁要定走？他要订那个吉普力的票，美术馆。我就说你是要去爱知那个？他不是，他要三一那个。我说哦，那个简单啊。嗯，应该没什么想去的吧？哪会啊？17号入场去给的，这里，17号没问题，来去给。中午以后都可以。几点啊？可以帮我压脚。两枚。嗯，我要看一下天气。这个吧。
子七 K 的 app 里对应是大斯拉后，
怕我眼睛戴起来，然后用的手。反正等一下上厕所。他说外国人可以进的部分也是有。我不知道还这样分呢。这种小事叫我瞧。觉得什么？